这么御剑飞行，放到脚下面去。好玩吗？御剑飞行，滑雪。还有是怎么用那个医疗针，把这个拿出来之后，点下 B 是，如果往自己身上打的话是点下 B，然后就调出来这个界面，然后这里是加你的生命值，如果你生命少的话拖到顶，这里是加一些药物状态，肾上腺素还有那个止疼药或者一些什么的，往上拖一下，然后调好之后。点左键就给自己打上了，按下 B 哈、啊、就是给自己打的话跳出来，按一下 B 就回去了。然后 C 的话还是那个拿普通的医疗证。如果别人在那个在空间站给你打药的话，你晕了的话，让你过量晕了的话，然后直接退下菜单再进来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的装备也不会丢的，或者你倒地了之后退下菜单也管用，退菜单再进来就可以了。那样的话你装备也不会掉的。